由灵感创作大师弗朗哥特拉哥创作的 Table 色画性感歌舞表演，日前就首度在澳门新鸿天地交俾预演。这个将会是继预满全球的水舞间之后另一个破天荒大胆的演出。而担任今次预演司仪的杨乐婷，佢都话大开眼界。佢就话预演经已咁精彩啦，佢到时一定会再嚟睇噶。喺成个预演入边，你最中意系边一 part 咧？佢就将22寸嘅剑吞入喉咙度，即系我自己都有少少一种窒息嘅感觉咯。我觉得系啦，即系你知道有时魔术表演都会有呢啲类似咁嘅表演嘅，但系你知道魔术系即系唔系真噶嘛？咁啊呢一个你知道佢真系将呢啲嘢塞入个喉咙嘅时候咧，我觉得系好犀利咯。